在线问一下视频前的朋友，你们是不是和我家一样，接下来的几天就是打扫剩菜，天天都是大鱼大肉的呀。晚上6点来钟就趴窝一个。你是撑的还是喝的？累的，看出来了。好了，睡吧。走啊，把帽子戴上。这小孩啊，有压岁钱了。就待不住了，非得要下楼买好吃的去。那钱搁兜里，他往出蹦是吗？不老实，往出蹦。我拿着钱包呢。拿几个鞭炮下去放去。哎，别放那些了，有点动手，咱就放这个小青蛙那个就行。那个拿着快动手的，白天的人放，那个要白天放也好。好吧。对，放这个，对，行，这个好看，就剩最后一个了，小青蛙。先放鞭炮。今天又是嘎嘎冷的一天，哎呀，这小风啊，嗖嗖的。走，上广场放去。又下雪了。嗯。先放它，先放它。哎嘿。哎呦。吃蒜了，有点冷，没戴手套。你就说你想吃哪个，赶紧拿一个得了。花完钱得劲了呗。一会儿回家看看你红包有多少，全部没收。我给你保存。太保存了。哎呀，这好吃的，这么香啊！这是我姑娘今天收到的红包压岁钱，来猜猜看多少钱？这个先是500，这个是1300，这是500，这是2000，这是200，2500了。这个你羡慕不羡慕吧？姑娘，红包猜完了，然后呢？傻了吧？我姑娘很自觉，红包钱她都知道给我。关键是我姑娘真不花钱，她要啥她跟我说，我都给她买，对不对？说曹操，曹操到。想吃蛋糕，我给她实现了吧？看看你想吃蛋糕，我就给你买了吧。所以说你拿压岁钱一点用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妈妈这不是套路你。今天我们也奢侈了一把，就这玩意儿哈，我惦记一年了。今天我终于实现自由了，5块呢。你把这给奶奶送去尝尝。你起来吃点吧，我给你买好吃的了，鸡爪子，乌骨鸡爪。你刚睡着，我现在睡得有点难受呢。撑的。嗯，好好吃啊！一年就吃一回的。